谁知道答案？我要看手。也许不，耶，我知道答案。叫我，谁想回答？我给你一个 A。 我需要，加油，手举得更高。我知道，我在这里。哦，好痛。我们听听贾斯汀的答案。对不起，我改变主意了。哦，铃木帕科，我的偶像，我要和他一样。我是功夫之王，这我的龙爪。哦，还有老虎骨折。我是一名医生，我能帮忙。护士，擦干净我的额头。我找到了手上的地方，我马上把它接好。爆米花石膏既方便又好吃，好好享受你的影片，谢谢医生。哇哦，看看它。哦，我的脖子。现在如果杰克想盯着一个女孩看，他必须转一大圈儿。嘿，兄弟，我们来秘密握手。哦，嘿，兄弟，嘿，哥们儿，我们来做我们的。等等，你的手呢？我们有备用的。我们是最棒的，我们会赢的，手放在一起。把你的钱包给我，宝贝。做点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给你一个赞。我们走吧，宝贝。你喜欢这张照片吗？这个怎么样？耶，这个呢？哦，这个我喜欢它。你真好，贾斯汀。看看我能做什么。从秋千上站起来。哇哦，我想试试。三二，我的肩膀。我需要一个篮子，这很难。拿到了，耶，终于。现在我可以去购物了。哦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停，你必须付钱，这太伤心了。我们拿着这个，这个，还有这个，拿着，宝贝。嗨，把这一切都包起来。宝贝，你的钱呢？谢谢，这太伤心了。想喝点水吗，杰克？今天不行，这太可悲了。很漂亮的衣服，兄弟。你是真正的海盗，我喜欢这种舞蹈。哦哦，哦，我的假腿，你把它弄坏了。假腿愈合得很快，别伤心，海盗。嘿，美女，你喜欢我的溜冰鞋吗？你还好吗？我是轮滑之神。不，什么？这石膏还是尿布？贾斯汀的尾骨骨折了。啊啊啊！我很擅长拳击，但我需要手套。好了，打倒。这个沙袋又在伤人了吗？我会让他后悔的。怎么了，沙袋？你也被打上石膏了吗？这是因果报应。哦，亲爱的，我来找你了。哦，我的胳膊。
宝贝，这是给你的。放手，我不能。花在石膏里面。好的，我有一个和它搭配的花瓶，这看起来很漂亮。现在我要自拍。这个考试很难，但是杰克准备好了。他在他的假绷带中藏了一张作弊纸。没有人会怀疑任何事，我只需要再多拉开一些。我快看到作弊纸了。哦不，全都模糊了，我什么都读不出来。哇哦，杰克，你的 VIP 绷带太棒了，这是卡地亚女孩们我定制的，只有 JZ 和我有这样的。医生，我想要一个定制的绷带，让我想想。这就是你能负担得起的。女士们，看看我的石膏绷带，这是定制的。太傻了。你喜欢我的绷带吗？没用。亲爱的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哦，我当然愿意。哦哦，戒指不适合绷带。等等，我会再试一次，这个应该合适。现在我们订婚了。嘿，杰克，让我抱抱你，好久不见了。哦不，我的胳膊，这是拥抱骨折。想打篮球吗？耶！三分球。男孩们真奇怪。哦哦哦，我很抱歉。我的手臂，别担心，我受过急救训练，口香糖会有用。看，你有一个美味的石膏，有用。谢谢，你救了我，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。哇哦，杰克，你从哪里弄到这个石膏的？在街角的商店。同学们，这个周末我滑旱冰滑了好久。看，我给你们看看。哦，我的胳膊。杰克，既然你站起来了，就到黑板前来吧。我的粉笔呢？我带了我自己的。手机，我现在该怎么捡起来？做好迎接挑战的准备，练习石膏瑜伽。如果你不能够到你的目标，那就倾倒吧，躺下，混凝土太舒服了。现在我得打电话给我的朋友，让他来接我。石膏非常适合自我防卫。小偷，攻击者，小心。嘿，你停，躺下，在我摔在你的脖子之前把包还给我。打石膏时最糟糕的感觉之一就是你的皮肤会发痒，这是打了石膏的人给的生活窍门。你可以用一把长尺子挠石膏下面发痒的地方。哎呀，这样好多了。你喜欢有趣的骨折故事吗？
那么就在下面发表评论，告诉我们你是否戴过石膏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请给这个视频点赞并点击铃铛，不要错过芜湖省任何搞笑的新视频哦。